槽，偶像也疯狂。耶！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星机女学院。我们这里呢是一座充满着星座机密、犀利吐槽和整人恶搞的神奇学院，在这里我们会带大家一起来探索少女们内心深处那些意想不到的小心机。哇！大家有没有看过吐槽大会？没有。谢谢。有看吐槽大会，没看到你。好，为了让我们的节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星座的专业背景属性，我们专门请到了微博上非常著名的星座专家、知名大 V、百万粉丝、人气爆棚的陶白白老师，有请。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学院来自四大星象的十二位学员，他们是来自 SH48 的各位成员。十二个星座成员按星象分为四个队伍，围绕本期主题爱面子展开残酷的吐槽辩论。究竟谁才是十二星座中最爱面子的星座？谁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让我们拭目以待。好，那我们今天除了台上的这些位呢，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的请到了四十八位吃瓜群众，欢迎大家。怎么样，瓜好吃吗？我们今天研究的星机课题是爱面子。究竟十二个星座中哪个最爱面子呢，或者哪个比较爱面子呢？我们想先听听陶白白老师的专业分析。既然大家都是少女偶像，那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偶像包袱。在我看来的话呢，偶像包袱最大的应该是风象星座，它很容易被环境改变，然后呢它的适应性就特别强。跟这个刚好相反的是土象星座，它是一个比较有心机的星座。那么看上去没什么偶像包袱，很自然，其实并不然，这些都是他对自己的一个人设的一个铺垫。哎呦，天哪，好可怕，都是我们 XQ 的，我好害怕。火象星座的话呢，跟土象星座又是相反的了。火象星座的偶像包袱是属于那种最自然的，因为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偶像气息。我天哪，我好自然的做作。火象星座都是一些比较乐观、比较自信的人，所以当他们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受到了大众的好评，他说哎真可爱，是吧？虽然比较野蛮、比较粗鲁，但是挺可爱的，是吧？我们可爱吗？说到这一段，就是因为剩下的一个水象星座就是完全又是相反的，只要有一个人批评他，他就会把那句批评记在心里。哇，好可怕。离我很记仇哦。对，我们很记仇、哦、很记仇。你要水象星座做偶像有多努力啊，100个人只要有99个人夸他，一个人骂他，他就会把这个缺点给改掉，就是想用一种最完美的形象让所有人都喜欢他。接下来直接进入我们的提名环节。每组星象团队拥有一次指认他队的权利，被指认最符合本期主题的星象队伍只能辩解不能攻击。被指证过程中，每队会被提名一位最强候选人，通过偷拍评分和现场观众投票累计分数，分数最高的一队即获得本期冠军殊荣，并荣登光荣奖。土象小分队，你们想要提名哪一个星象成为最爱面子的星象呢？水象。水象。OK， 好，那你们为什么觉得水象星座最爱面子呢？首先他们是偶像包袱最重的一个星座象。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女人都是水做的，但是这句话的完整版叫做爱面子的女人都是水象星座的。哦，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吗？有一个人呢叫做张仪。那他不仅爱面子而且做作，最主要是他是我们队队长，所以一定要怼一怼。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就可以说是关系非常的好了。啊，也并没有啦。好了，你的发言结束了。他平时就是特别的懒，只有在直播的时候会找一个干净的地方，大概是这么大。对，然后收拾房间呀，然后找地方啊，布景啊，打灯啊，再把手机架起来，大概需要2个小时。所以我建议你下次来我房间直播，这样你可以省下时间去练舞。你可拉倒吧。天哪，他说这句话你能忍吗？不能。我们所有人能忍吗？因为他的房间阿姨曾经花了8个小时去打扫他的房间。我真的敢说我觉得
老师。好，洛洛有话要说。你们今天没有人，没有人吐槽李琴，为什么？前辈呀、啊，不好意思了。你们不能因为他是前辈就不敢怼他。就是的，洛洛。李琴，我看不下去了。好，洛洛。好。好。大家都知道。李雨琦以前非常的胖，对，对，李雨琦，我怎么不知道？他以前胖到什么地步？他胖到他出现在剧场，剧场的地板都会抖。好，哎呦，我这暴脾气我可忍不了了。你们竟然没有人怼他？我真的没有很胖啊。李雨琦，别着急，我这还有一件事儿。毛毛吧，他吧一直大家都说他胖，然后呢他其实挺努力的在减肥。对，结果有一次过年回来，我就发现哎毛毛突然间瘦了，然后我就想问毛毛，我说毛毛你怎么瘦的？然后毛毛就说，哎呀其实特别简单了，就是在南方嘛没搓过澡，然后回家搓了一下，然后就没错、啊、我就突然懂了为什么每次公演后台毛毛换衣服都不让我看。我没有不让你看啊，你要看吗？你要看吗？我要来。好，所以你们要指认哪位作为面子女王的候选人呢？三二一，张怡。耶，恭喜张怡。哇，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精心准备过的证据。考验爱面子候选人在赶往假面试途中将遭遇第一个陷阱，专车司机的考验。稍后在面试现场还会遇到假粉丝、假演员和假导演的不同考验。整个考验设有五个得分点，分数越高说明该成员越爱面子。毫不知情的爱面子候选人将取得怎样的成绩呢？他长着软萌萝莉脸，却有着成熟队长心。他能在欢呼中成长，也能在泪水中坚强。就是栗子张怡。这就是，我就打顾村公园是吧，师傅？好，好，谢谢师傅。是你们交的车吗？车子破了点，谢谢师傅。车里有点味道，早上给人家拉了点鱼。啊？没办法，这个现在生意不好做。你这个人货都拉的。是啊，生意不好做。很多人的那个是不啦？对的对的，你应该过年的时候看到很多他们就是在这种卫视上面跨年啊。很红吗？蛮红的，现在刚好年轻。我看也一般嘛，唱也唱的不行，跳也跳的不行。啊，你知道，你看过他们是吧？要是我们家闺女不好好读书，这么早就出来唱唱跳跳，打都打死了。你说现在这些女孩子化妆跟不化妆完全两个样。来来，我们开车平时没事我们听新闻，一天到晚的是这个整容了，那个又出轨了，这个圈子实在是太混了。什么？他们这个女团好像没有这么多这种事情的，好像谁知道？他们好像听说他们就是都是女孩子呀，就像学校一样。对对对对，谢谢。那我先说。好好。我是叫。好，谢谢。啊，美智老师，这是我们 SH48的休息室，您可以去认识一下。啊，四八是吧？我认识他们成员那个几个人的。啊行，那进去打个招呼吧。哎，你好。你好。
感觉好小啊。啊，没有，我其实挺大的。你不是零零后吗？我不是，我是94年的。你看起来好小啊。就是长得比较小。你皮肤也好好呀。没有。啊。你现在这样的话，我觉得月收入10来万应该有吧？你现在呢？没有啊。长得漂亮，然后你们组合现在那么火爆。没有啊。没有吗？想多了，那我们也差不多了。行行，我们去看剧。你们去吧。行了啊，一会儿见吧，好吗？嗯，拜拜。拜拜。嗯，拜拜。哇，是谁呀？我不知道，他可能他跟我聊了半天。跟我说你是不是一个月月收入10万？我的天，我不要有这么。啊，请进。这是你一会儿要试戏的剧本，然后其实我是你粉丝啊，你看不出来吗？我刚才特别紧张，还要拿东西，还拿掉了，然后我才拿你的。我什么会？真的吗？真的，我 ID 叫破晓，你还记得我吗？啊，感觉有点意思。那一会儿你试戏要加油啊！加油，小仓鼠，拜拜，加油。这是服装师，一会儿需要您换一下衣服去试戏。哦，小仓鼠加油。林静，哎，您试好了吗？如果准备好的话，现在可以了。哦，导演已经。你看，我再看一下词儿，稍微再等3分钟。那行，那我们3分钟。好执着。他叫张怡。哦哦哦！你骗人！他骗人，他根本不是我的粉丝。如果我的粉丝的话，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呢？那今晚我们之后是有几部戏？好几部呢。OK。对的，那个。对吧？哦。哎，你好。老师好呀。什么称呼呀？啊，我叫张怡，是 SN48。啊。这个本子看过了吧？啊。我们是个穿越的。啊。那个，要不我们走一个试一下？嗯，就自个儿演。前面一个状态 OK。好好。停一下，我觉得那个妃子，你是妃子啊？啊，我是妃子。对，妃子那个气质、气场没有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你是妃子，不是？打一下，你辛苦一下，打一下，是不是能找到感觉啊？帮打一个。我觉得这样吧，嗯，换一下看看，感觉。那个他我掉吧，对，试一下没准。嗯，行。那个要不给他们那个衣服也换一下。他帮你把那衣服给他们给换一下。要服装师给他们对调一下。别笑了，别笑了。这上哪课？你好骚。你们怎么能像这样？委屈。好姑娘，然后变成这样。我们以那个汪答应的角度试一下。我还没发现那个时候。那个，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情绪。经纪人说了，好像一会儿就来。有可能一会儿就来。嗯，对。真的吗？对，那个可能会过来的。好，我们赶紧顺一下吧。好。乞丐的状态，要进入这个状态，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先高喊三声：“我是乞丐，我是乞丐，我是乞丐。”先进入这个感觉以后，然后你再看看，对不对？进去以后。我是乞丐。好，后来就是你沦落在民间之后，被皇帝最后发现了，找到你了。1分钟时间，你自己任意的撒娇，但是一定要说一句话，用我的小拳拳在你的胸口拼命的捶打，就是用类似于这样子。1分钟里面要说出来啊，各种撒娇的状态。3、2、1。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你不配了。我一个人多寂寞呀，那不如你送我只小狗吧。不嘛不嘛，我就要小狗，不然我就拿小青青上你胸口了。感觉啊，你这个妃子的样儿是吧？范爷，哦，范爷，哎呀，范爷。Say no! Fire!
恭喜你，你被抓了。这是我们最有潜力的丐帮演员。看出来了，你是谁？哭得很精彩，你们这群畜生。没有，我觉得这视频很可爱。我也觉得挺可爱的，尤其卖萌那段。张一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其实整个过程中我觉得还是我爱面子比较多了，就算那个我心里已经骂了那个导演千万遍了。所以你心里真的骂过了？对，心里骂了，但是表面上啊，导演好导演好、啊、所以嘛，虚伪做作。巨蟹座的张仪啊，浑身是戏、啊、就是说明他其实当时心里是很难受的，但是为了这个形象和面子假装的若无其事的样子，特别委屈了。好，那么水象星座的几位同学，那么你们想要指认哪个星象呢？请按灯。我觉得凭良心讲嘛，我还是觉得火象星座最要面子，所以火象。哇，火象星座。好好，那么你们为什么胆这么大敢对火象星座？瑞哥，你刚才说我，我跟你说，其实孙瑞才是一个最要面子的人，而且你在干嘛？你要说得好，我就为你转身。你看吧，你看吧，这会儿就不想让大家看到他的脸了。他就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有一次他自己想吃烤鸭，但是呢，他找了五个人跟他一起拼单，但他又怕我们就是抢他吃的，他自己没得吃，你知道吗？他一下点了18份。哇，天哪，我们好有钱，你知道吗？我们18份，但我们是猪啊，吃18份怎么可能吃得完啊？其实这必须得炫一下富了，我连烤鸭都不想吃，我只是想吃烤鸭里的饼。哇，赢了，霸气炫富，你赢了。接下来瑞哥先放过你，我要说说小双了。大家都知道小双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双胞胎嘛，就是两个人长得一样。但是小双这个人就非常死要面子，每次在外面做了什么，就是干了坏事啊，说了坏话呀，全部都是怪到他姐姐身上，让他姐给他背锅。每次都是，不是我做的，是大双做的。不是，是沈子景，是沈子景冒充我。就每次他上课就话特别多，你知道我平时是话很少的一个人吗？你冷静。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小双来了我们 SH 他姐没有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猜一下。是因为在一个舞台上如果两个人都出现，就没有人替小双背锅了呀。不是，我是大双还是小双？你现在是小双还是大双？我是小双啊。你说一句话证明你是小双。你也别想走。哎，我帮你报仇了，毛毛。洛洛有好多料在我这里。嗯，百年传奇。哎呦，上次一起看是你的表演。哎，你们故意的是吧？啊？什么？你干嘛呢？你们要冲我们一波、啊？我们不想跟他一波。欢迎！大家都知道，徐子轩有一双大长腿。哇！于是他就三句不离腿。有一次我跟洛洛去买口红是吧，他就在说，哎呀这色儿啊跟我的大长腿的这个皮肤啊不太搭、啊、哎呀，这个我要说了，因为我的脖子以下就是腿，但是大 C 没有脖子。坐回来。就是洛洛的偶像包袱，大家都知道很重很重啊，台上台下就是两副面孔。哎呀，这小丫头片子还两副
说，就是大家好，我是梦的狮子轩。你是谁？哎，那个轩，一定要。然后哎，在台上，哎呦我去，你行不行啊？小心我用大长腿踢死你。轩爷，人家要用大长腿踢死你了。我第一次听见这么恶心的东北口音。也请三位指认火象星座中的一个星座作为面子女王的候选人，请指认。乐乐。哎呀，到底有没有像他们所说的如此爱面子呢？让我们看一段证据。他是前辈眼里的巨星萝莉，却想做高速行驶的长腿司机。他脾气火爆，快人快语。现在向你们迎面走来的是 S 队的老司机。他就是洛洛薛子轩。欢迎继续回到依然在动感一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觉得空气当中飘来了一阵炸鸡香，我们换个心情吧，来听 SH48 带来的公主披风。吵也吵死了。师傅你不知道他们吗？他们是一个上海的女团，没什么特色，你就不是跳舞的身材，那一个个现在那个休息室有的东西可以随便吃。哦，好，谢谢。我有事叫你。把吃的放这里了啊。这不是给四十八准备的，是给美芝老师。这不是给四十八准备的，是给美芝老师。啊，那我拿出来。白这部戏的那个美芝老师啊，这是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现在你们组合那么火，完了你长得那么美，你们现在月收入十来万有的吧？有吗？这位。哦。哎，你好，这是一本试戏的那个剧本。啊，你好，是昨天跟我发给我一样的吗？那个刚才不好意思，那零食的事儿确实是我的问题。我刚才特别害羞，也没敢跟你说。其实我是你粉丝，对，然后还参加过握手会，跟你握过手，还得叫跳小，你还记得吗？是不是有点尴尬？不是观点吗？但是名字还是有影响。那你一会儿试戏，我价格五折。啊？还五折？还五折呀？自我介绍一下。老师好，我叫徐子轩，然后今年十八岁。身高要介绍吗？可以啊。身高1.73米。我记得跟我私聊，我是1.72米，但我现在已经1.75米了。身高好高啊。你们俩角色换一下，然后要不再带个妆试一下。做乞丐的话，首先自己要定一个状态，高声喊出来，我是乞丐，我是乞丐。我是乞丐，我是乞丐，对，我是个乞丐。就你这个时候不是乞丐了，你已经进宫了。哦，不用这个了。3、2、1。哎呀，皇上，你是不知道，我这几天在外面是怎么过的。我跟野狗抢过馒头，还跟那些个傻子疯子打过架，对，就是小傻子，我也觉得来找过我，人家要有小情绪了，人家要嘤嘤嘤了，人家有种小圈圈圈你胸口了。好，说出去讲啊。好，我们也想想。辛苦啦。眼泪都该出来了，我的妈呀，我真是人干的事儿啊！我觉得他既然让你设的是第二个角色，就说明还是的。哎呦，第一个状态的戏。哎呀，
好，有个人走过去了，有一个从你正面走过来了。主要有很气的一点就是他为什么不把人物设定写上，就是一种你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性格呀，我为什么要知道这是个什么性格呀，我知道是个白羊。啊，请进。那个冰冰姐马上就来了，去去休息室等。好，好吧。冰冰姐，谁呢？冰冰姐好。这乞丐演的不错。啊，我们演乞丐里面演的最好的一个女孩。哇！都是。就今天的这个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不成功的话，我也不会在休息室里面那么放肆的吐槽。我骂人，我说脏话了吗？没有吧，没有，没有，没有。你得了这么多，这么多。哎，你看我们徐子轩，他就表现了我们这个火象星座的霸气。你看看张怡都是很萌很萌，我们洛洛的视频80%全是逼。结尾的时候就是张怡的反应就是小女生嘛，嗯，就哭了，然后洛洛就给你鼓掌。对，我真的觉得你跟皇上卖萌那段真的太可怕了，就是不太适合我卖萌这种事情。哦，真的吗？好的，那还有什么其他要辩解的吗？没有了是吧？刚才已经辩解过了，有什么用吗？你们要提名哪个星象呢？当然就是我们的百年传奇大水母。大 C 姐，大 C 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让你跳。就是我说大 C 姐吧，就太爱面子的一个人了。她有一次呢去买了一个包，然后这个包呢花了半个月的工资。南京话说就是板约包是吧？不对，板约包。搬月报。然后大 C 呢就拿了这个搬月报，他就没完没了的炫耀，他见到我们就是哎我这个搬月报太漂亮了，就这样炫耀。结果我特别想把我的包甩在你脸上，大 C 看，这是一月报，这是二月报，这是半年包，这是半辈子报。啊，其实大 C 他一点都不要面子。对，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要面子的反义词，他是不要脸。他可以自称是塞纳和范冰冰，你们都不知道吧？哇！哎呦，对，这边的激动吗？你的范冰冰来了，这边还有一个塞纳和桥本，我以为我是极限了，所以我觉得大 C 在我这儿是特别爱面子一个人，但是不要着急，万妮娜。我怎么了？曼丽娜吧，她平时呢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然后如果素颜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戴着口罩出门，然后有时候呢她就回来就抱怨说，哎呀我戴着口罩出门要老有粉丝拍我怎么办啊，然后我就告诉她，我说下次不要把口罩戴上了，直接去掉，你看还有人看你吗？结果果然没有拍的了。你就落伍了，我告诉你，现在就乐意拍我素颜是吧？是，屁股后面跟一大帮子。叶全丽娜不是白叫。厉害了，没有这样的，我很温柔。哇！塞纳和十大谎言之一，娜娜很温柔。娜娜很温柔。好的，接下来就请火象星座的各位来指认风象星座的一位作为面子女王的候选人。你们都看我干嘛？不不不，我觉得我们一起选，这样不会有生命危险。好，三二一，我要丽娜。耶、yeah. ！好。做人要厚道一点。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证据。他是粉丝口中的最甜偶像，也有骨子里的执着倔强。他用力挥拳，击碎一切阻碍。哇！就是影拳超人曼丽娜。我们待一会儿，我叫个滴滴车。我想走，我现在就要走。啊！你好，请查一下啊。
哇！哎，师傅，您快到了吗？你稍微等一下啊，警察把我来。哦，原来那是身份啊！哦，我等了好久，我等了十多分钟呢。是我们招的错啊！是的，是的。快快快快快快快！刚才已经被警察拦下来了，快点！的时候，我心里也在想，好像说的没什么错。你好，就是也是这个节目的那个。你好。我觉得你挺好看的。音乐收入应该挺高的吧？你觉得怎么的也有个十来万吧？有吧？没有十来万。没有。你们现在都火成这样，没有十来万吗？真的。谦虚，不跟我们说实话。这是一会儿那个实习的剧本。好好，谢谢。其实我是你粉丝，没看出来吧？真的，握手会我还跟你握过手呢。然后 ID 叫破晓，你还记得我吗？还在印象。是吗？那你一会儿那个实习要加油，小实习。谁是谁的宝？都熟了吗？很熟了。嗯，试一下第六十九进的那个前面那一段啊。看，重新来一遍，眼神要怜悯一点。别笑啊！别笑什么笑啊？不能笑啊！妃子那个气场没有，重新来，看，看，看，再来一次，看看看。要抓到那种感觉，棒球，对，美姿的感觉很好，对，保持。你们俩角色换一下。是的，怎么样？没事吗？没事吗？那为什么让你试这个呀？一般我们作为一个角色设定，你的内心啊，那个这个感觉，你要先大声先把自己先朗读，先把它说出来。我是乞丐。乞丐，哎，越来越低了。乞丐，想你，对，我是乞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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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有没有感觉好一点？现在，进入有没有进入点妆，放开了一点呢？皇上，你看我好不容易回来了，想我吗？你看我有没有变得更可爱呀？你不想我，是不是因为其他姐啊都走啦？以前不是最喜欢我帮你水吗？所以这次好好帮你水，好不好啊？好不好嘛？你小心点，吃你胸口。看，我要是皇上，你这样我就咬舌自尽了。怎么样，这个面子怎么样？还行。就没啦？没啦。那他有没有说好和不好，或者是？什么都没说。你长耳朵了吗？你刚才是不是太紧张了，什么都没听呢？没怎么说。现在话要多少吃果酸，给个希望领导。No。他们的心情很糟哎。你是面试，能好玩到哪里去？没经验的我像个傻。静静，你好，那个冰冰姐马上就要来了，是需要去休息室等她一下。好。啊，冰冰姐来了啊！冰冰姐来了。哎呀！新年好！耶！
娜娜这个 VCR 太精彩了，那个白眼翻的真的是哇！我有那么多精彩的表现，你怎么只能记得白眼呢？对，而且这个 VCR 就体现出来娜娜真的很要面子。你看她被导演都已经嫌弃成那样了，她回去还告诉别人说啊，没什么，导演没有说我呀。我觉得我不是爱面子，我觉得我是害羞。不，那你这么害羞的时候，为什么跟皇上说我有没有很可爱？因为我就是大胆的承认，我就是很可爱。娜娜真的很敬业，就不认识的粉丝都假装认识的。对对对，就是为了照顾他们的心理，说嗯，我来过你的握手会，很爱你们，很爱你们，不能让你们觉得心寒。对，不是对。好，那最后轮到我们风向小队的同学们，你们想要指认哪个星象？我们想要指认这个对面的屎黄色星座。屎黄色，这个叫黄色吧？差不多，我今天要指证的那个金牛座的眼角君，为什么呢？因为是史岩老师让我这样说的。哦，原来是这样，史岩老师。对，我跟他平常私底下不太熟。然后呢，史岩老师呢告诉我说，眼角君，你平常写歌词是不是得写一个月？我最高一次写了6个月。是，不用回答。是，我是。你每次写歌词写这么久，就是爱面子的表现，这是史岩老师说的哈。我个人呢是觉得不太认同这个论点，这关那个爱面子什么事情啊？眼角君他怎么写多久发出来都是没面子的呀。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歌词哈，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工作人员，真的吗？对对对，那个 VCR， 没有 VCR， 网上找不到你的歌词，不好意思。手写了一份，首先他的这个歌名哈、厉害了，叫做《画营》，这歌名厉害了，跟歌词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他的歌词是怎样子的呢？不重要啊，在反正在网上也找不到，你大家可以去听一下《爱的供养》。跟那个差不多，就是前程呀，千年等一回之类的感觉。他真正爱面子的事情是有一次我们录完另一个节目，我们想要一起出去唱歌，然后呢那个眼角君他就说想要找一家有他的歌的 KTV 去唱。那完了，我心想着那这辈子都去不了了、怎么可能有他的歌，是不是？我看过他百度百科，他上面认证的是歌手，外面的宣传资料都写说什么歌手演员，也写说我是演员啊，大明星来着，可是我都没演过戏啊。所以呢他也不是歌手。我唱过歌，我们全你唱过歌呀，你还写过词呢，现在会写几个字就觉得自己会写词了。好，老师好，就上过交大就能当主持人了。子言老师，你说现在这世道是不是钱很好赚？对。你看你隔壁那位老师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就可以拿通告费。接着说，我们就陪他跑遍了整个上海滩，终于在那个上海的一家 KTV 真的给他找到了，老板愿意给他插 U 盘。他就把自己的伴奏拷到 U 盘上去，然后就请我们去唱 KTV， 然后说啊有我的歌耶，就假装自己很红的样子，你说是不是？他是不是很要面子？好像确实是。哇，好精彩。我要吐槽刘震业。对，熟悉你的人都说你睡觉前要画眉毛。我没有，我这是天生的。我记得他为什么要每天晚上画眉毛，他跟我说哎，我这样会不会画久了以后我真的就长成这个样子了。老师，这个星座是不是还有臆想症之类的？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一睁眼觉得整个容貌是上天赐给他的？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想法。接下来我们请风向星座的几位来指认一位作为我们本期面子女王的候选人，你们要指认哪一位呢？金牛座的眼角君。谢谢眼角君。好的，那么金牛座的眼角君到底表现怎么样呢？让我们来看一段证据。他能在别人的歌曲里舞蹈，更想让自己的音符被传唱，他用一把吉他词曲原创，从来不聊，因为
因为我的粉丝都是那种就是满嘴谎言的。他就是小仓鼠岩井俊。昨天晚上喝了一晚上酒，肚子也不舒服。哎，还来的公主披风。哇，我们的灯。哎，师傅怎么关了那个？啊？你怎么把广播关了呀？我是压根就听不懂在唱些什么。这个团现在很红的。在我看来是唱的不咋地，跳的不咋地，除了人多没特点。这年头啊，这些孩子真的是。那你让你女儿想去，你会让她去吗？我腿都给她打折了。小姑娘是演员啊？不是、啊嗯，不是，我们就是很八卦。进来。哎，你好，这是美芝老师。哦。然后这是那个 S N H 48那个程磊。哎，你好。认识一下。我一会儿一块儿对戏的。好的。啊，我跟你来聊聊。你是00后吧？你看起来很小。是吗？95年的。95的，老师你看起来也很。我96的，但是我真的，我觉得我要是再小一点，我可能就报你们那个48去了。那肯定会超级火。那个你们现在这个团，我觉得还蛮火的，月收入应该不少吧？十来万肯定有吧？没有十来万。静静。哎，你好，这是你的实习的剧本。其实我是你的粉丝，没看出来吧？真的，我还参加过握手会，然后跟你握过手 ，ID 叫破晓，你还记得吗？等会儿，破晓，你还记得？我记得这个 ID。真的假的？你太让我幸福了。哎，果果，实习的时候一定要加油啊！谢谢。你们愿意吃啥我就吃啥。吃火锅。是咸菜加火锅可以，我觉得可以。火锅这天不行啊，很热。对。啊。怎么称呼啊？我姓严，你可以叫我小仓鼠。小仓鼠，好。要不我们走着再试试看。好。你看到他那个感觉，那个眼神，还有他那个表情，他是那种，还是跟他的角色很符合的。他进入这个角色里面，而你呢，还是浮在上面，没有进入里面的一个层次。就当时就在夸他嘛，越夸我的心里就越乱。他说美芝这个眼神好，我心里想，难道我的眼神不好吗？你演那个汪大应，好吧？啊，换一下。那个想下来去一个换一下的音。怎么样？刚才是怎么样？他说什么眼神啊，你浮在外面，浮在上面啊什么的。什么鬼？就是说。我没入戏，这你要怎么入戏？那怎么鬼？你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以前没有这样过。以前就是正常的说台词。对。导演好。你要进入这个角色，你首先要自己要沉淀在里面，比如说自己可以高喊三声我是乞丐我是乞丐我是乞丐，找找看这个感觉在不在，你先试一下，大声地说出来以后沉浸进去。谢谢。啊，就是声音大一点。我是乞丐。比如说啊，假设这不是你的，这个是怎么说呢？这个是皇帝的怀中，然后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可以在皇帝面前卖萌发嗲。皇上，我不要跟。你今天会陪臣妾吗？哎，讨厌，烦死了。皇上，你都已经去那个宫里那么多天了，臣妾都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看人了，真是的。你再不来的话，我就要用小拳拳捶你胸口。我要不先休息会儿？先休息一下吧，先休息会儿。哎，辛苦了，先休息会儿。辛苦了。我在休息室的时候，他们说冰冰姐来了，她想跟你谈一谈。
我心里面一阵窃喜，一阵害怕，又紧张又彷徨又刺激。我心里面想，是李冰冰还是范冰冰？好，所以说这个还是有些问题。冰姐，冰姐，谁呢？冰冰姐好。好。他不应该认识的吗？有发现今天是假的吗？来万平有吧？其实我是你的粉丝，那个眼神一定要出来。进入这个角色里，高喊三声我是乞丐，越叫越响。还没反应过来吗？仓鼠的反应很快，也可能跟这反应还快啊，他被整了他最后都没反应过来。但是他面对镜头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什么，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跟你说，这个叫反应，这叫条件反射。这什么叫条件反射？之前说他们这个星座怎么样来着，有心机。什么对什么对，我们是一个风向的，一个方向。而且我觉得小仓鼠真的就是，他是会进去之后会跟那个摄影小哥也要抛个眼神的，是礼貌。不，我觉得。哎呀，那个粉丝比了心，比了爱心，你还回比了爱心？对，我就是蛮爱面子的一个人，对这点我承认。其实，但是其实就是我特别怕尴尬，对。我是一个很怕尴尬的人，我小时候会尬哭，你知道什么叫尬哭吗？就是那种觉得自己十分尴尬，然后内心十分委屈，然后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就跟张怡一样。然后，对于我的歌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还是有几句，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有味道的、很记得住的、很好听的歌词的，就比如说。OK，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投票环节了。48位吃瓜群众，你们觉得谁将是我们本期的面子女王呢？请投票。我是一个很记仇的人，我希望你们知道，如果下次还想来这里的话，就不要投我。其实我挺承认的，我就是一个特别爱面子，我要上墙的。要不要？但是那张实在是太丑了，我这么爱面子是吧？你说我看到这个之后，我肯定很难过。我们高兴，这么可爱的，我们很开心就行了。一定啊，我不要面子啊，我已经在上面了。你本来就不要面子，你本来就不要的，不要的，完了，妈妈，要是想在剧场上再看到我，就别投。好，投票结束了，感谢大家。好的，最后就是我们激动人心的公布得分环节了，大家有没有很激动？有没有很期待？好的，本期面子女王第一名的是本期面子女王第一名的是万丽娜，耶！让我们有请万丽娜同学所在的风向小队的三位成员走上台前。上台。是这样的，我家里有事，我妈妈叫我回去吃饭，我走了。不要走，把他逮回来。谁留下我们呀？把他抓回来，来。为了我们。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冰冰姐送上女王披风和绶带。让我们那个有请唐白白老师为三位戴上面子女王的绶带，哇！掌声有请。谢谢。
让我们见证这个奇妙的。我很激动哎，我想他竟然很激动的。好，接下来最后由我代表我们学院来给万丽娜同学带上我们的女王披风耶。谢谢大家，我也没有想到有生之年我能穿上这个总选第二的披风。好的，最后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三位的美照耶。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是冰姐，冰贾冰冰，齐冰冰，贾冰冰，贾冰冰，上来啊！我发现我们最丑的，还有一个人，来，我们的好，最后来，快转过来，快转过来！好，最后这张真的是，那我要手机了。最后一张是我们的，3、2、1，耶！三位把自己的美照挂在我们学院的荣誉墙上，耶！这要挂吗？这是何等的荣光啊！挂吧！心机无处藏，偶像也疯狂。耶！再次感谢大家收看《心机女学院》，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对于今天的这期的冠军是我们的辣宝，然后对于他夺得桂冠，你有何感想呢？白眼翻得很好。那你会翻白眼吗？冰冰一起教我一下。